大家好，我是美女我叫 Lucky 啊，今天同大家睇过咧松子广场嘅笋铺，就系时代广场啦。咁呢度咧系两房单位设计啦，上面积咧系346尺，咁呢度主楼房咧就做咗一个玻璃房设计，咁所以咧采光度非常之高噶，同埋咧好容易摆放家私，好受呢一个咧年轻嘅上车族欢迎噶。事不宜迟，我哋而家去参观下个单位啊！入到嚟咧，感觉好舒服，灯光柔和，做咗射灯同埋渗灯，可以根据翻你嘅需要咧就调节翻光线。厨房咧以紧厨设计，做咗好多嘅组合柜，增加收纳空间。浴室全真翻新过，做咗灰色隔跳嘅设计。我哋而家参观主人房，室内好阔落啊，光线充足，望出去景观开扬，望到市政公园景，仲可以睇到日落添。参观下另一边嘅房间。咁业主咧就做咗一个玻璃式嘅趟门，咁我而家咧就5点钟，太阳仲未落山，光线都好充足，可以渗入客厅之余啦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夜晚咧想静静地咧，都可以系拉翻个屏幕落嚟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单位上面睇咧，欢迎联络翻我噶，或者留下 PM 都得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